爸，我去自制学习了。你真的是去学习吗？爸，你什么意思？别是打着学习的旗号玩游戏，天天往外跑，学习就能好？难怪好了没啊？叔叔，你这是？哦，我爸让我快去学习。学不好就别回来了。对，赶紧去！我让牙牙和你们互帮互助。叔叔，你可真是一个说到做到的好大人，说到做到的好大人，说到做到的好大人。那还用说，牙牙，快去吧。那走了吧。你以后能不能别老来我上路送？每次都是副帮。别抓着失误不放，我不抓，你们能有节奏？你就是个混子。你不会上当教父。你，这次信再停报，请及时通知我。你现在没有孩子。叔叔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正好路过。今天学习怎么样？还好。听杨洋说你最近状态不好。没有啊，谁都有状态不好的时候。团队就是为了互相取长补短嘛。我家杨洋从小就喜欢在别人身上找原因，他说的不对的地方，我这当爸爸替他并道歉，还请你要多包容。杨哥挺好的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快回家吃饭吧。Abandon。行了，别装了。爸，杨洋，爸爸以前有没有教过你，团结就是力量？啊？爸，你在说什么？学习累了，玩玩游戏也没什么，但不能吵架，团结才是力量。爸，我们真没玩游戏。我没怪你，只是希望你能懂，读书也就几年，人生可要学一辈子。算了，爸，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？杨哥，我昨天遇到你爸了。犯几句罪，你就出卖我？我没有出卖你啊。得了吧，上当抢我人头，打房卖我自己跑，说你两句还找我爸告状。我是上当教父，我看你才是教父专家。你爸果然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个牺牲自我的人。他把我卖了比我还凶。不管他，咱们继续。叔叔，我有情况要告诉你，但别保证绝对不出卖我。好，你说。我绝不出卖你。杨哥在那里就是为了玩游戏，现在去抓绝对一抓一个准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你自己去怎么行啊？让他们的爸爸妈妈都去，我要让他们知道我赛龙班是不可或缺的。好，我马上通知他们。停止你们手上的动作，双手抱。你们没玩游戏？爸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？不可能，这里绝对藏着游戏机。够了，爸，我一不在你眼前，你就怀疑我玩游戏，你都快得妄想症了。我不是怀疑你，我有证据。证据在哪？在这儿。我家洋洋从小就喜欢在别人身上找原因。他说的不对的地方，我就当爸爸的替他给你道个歉。杨哥挺好的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你爸，为了满足你的控制欲，竟然挑拨我和同学的关系。我杨洋，爸，这次你做的太不对了，赶紧走吧，别影响孩子的学习了。怎么办？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怀疑。我性格小气躁，少头说话没轻没重，希望你能原谅。没关系，我有不对的地方。听听这个，我们将计就计，你去让我爸。我自己去怎么行啊？让他们的爸爸妈妈登去，把我爸的微信打灭，但也没有人阻止我。我赢了，耶！